只有空檔又記得就拍片，哇！今朝又食咗兩個早餐，又點心又麥皮又雞蛋，營養好豐富。點心嗰只清蒸啦，清蒸牛腸，清蒸潮州粉果，咁啊蛋我盡量食一個蛋黃啦。不過今朝忍唔到口啊，加咗一羹糖落奶茶，咁啊～吃幾啖齋麥皮啊，飲一啖奶茶，即係冇咁寡咯。我記得咧，仲拉埋腳筋添，拉下腳筋啦，大家。講下嗰個 contract law misrepresentation 嚇。咁 misrepresentation 咧就有分類嘅，有啲叫 innocent misrepresentation， 即係咁有一個叫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， 即係欺詐嚇。即係你明知嘅，明知故犯嘅，去提供一啲假嘅虛假資料，而你又明知道嘅，咁嚟到去得到一啲利益咧，呢個叫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， 即係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。呢啲都係屬於 deception 嘅 criminal offence 嚟嘅，刑事個門檻比較高啲，刑事係門檻比較高啲，要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嚇，無疑100%無疑嚇，門檻高啲。咁其他嗰啲咧都未必係嘅。如果你即係我試過啲 case 叫 honest belief 咧。